来，你确定哦？好哦，要剪了哦。你确定？我的头发，我的宝宝，这就是他把我衣服扒光的概念。现在要去发廊，然后要干什么呢？当然是剪头发啊！但剪头发有什么好录的呢？因为我这是要剪超短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剪短头发了。大家应该从我出道以来都没有印象我是短头发吧？因为我从国中以后就再也没有留过短发了。然后这次也是因为拍戏的关系，所以我要剪掉我的长发。我现在很害怕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到最后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，有点担心。希望新的戏造型大家能够喜欢跟接受满意。现在就要去发廊跟设计师讨论一下我的短发造型，剩下九分钟就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。长发拜拜。你要走下去了，慢慢接近，带着我沉重的脚步。待会儿绝对会发廊很远。你的发型师在笑了。之前在这啊，对，我的发型师在笑。我在这，你看紧张到哪里都不知道。我现在也在记录我最后一次长发的洗发，讲得好像以后我都不会是长头发一样。就我们刚刚剪头发剪啊，不是剪，我已经语无伦次。我们刚刚洗头发洗了超久，就知道我平常头发有多多，然后冲水也要冲很久，因为我头发很密，所以每次洗头都是大工程。你跟他帮我剪没有？他在说他要第一刀他要剪，我说 OK 啊，然后他说还是第一刀交给姐姐。你正常都要多久留了回来？如果平均正常人一公分。一年，一个月一公分啊，不剪可能留个，那要两年哦。你想走了吗？我们合约还没签吧？一年多，一年多，至少一年一定会过肩膀。对，一年就会过肩膀。剪在橡皮筋的上面，上面哦，对，因为下面就被剪了，然后上面这一束还可以保留着。好，那看你要左边右边都可以，看你顺，你顺，现在这边吧。好，比较好。我怎么觉得我手在发抖？没事没事，这边都可以那个。可以了没啊？可以重拍，可以这样。来哦，来哦，确定哦？好哦，要剪了哦。你确定？好紧张啊！噔噔噔！好了，我可以当发型师了。哦，现在还不是最短。对，现在是最短，有保留。另外一边有要吗？还是就没关系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不去新的不来。
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嗯，这样说也是，因为毕竟我下面的头发做造型染烫了一些，确实已经受损的蛮厉害。感觉出来，张伟妈真的在安慰自己了。你干嘛这样？我这样试图跟你保持友好的关系。肯定。你可以看一下你头发的底色，没有，今天现在还故意吹蓬，吹蓬，就是比较妈妈味这样。对，刚刚顺顺的就强调妈妈味，强调妈妈味。宋慧乔，真的比宋慧乔漂亮了，耶！我觉得蛮好看的哎，没有头发。超多超多，我的头发，很心痛啊！啊，我的宝宝，这就是他把我衣服扒光的概念。结果再拍一张背面。好好好。谢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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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。好。这就是我剪完短发的样子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像学生，是不是年轻了许多？我们现在要出发去下一个地方，就是把我的睫毛卸掉，然后完全的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妆感。然后我在这部戏里面呢，也是素颜上阵，就是连底妆都没有的那一种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遮瑕，也没有任何的底妆，就是非常自然生活的状态。然后就是期待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，跟戏里面第一次跟国歌合作，希望有新的火花跟撞击。OK， 大家期待咯，拜。可以转一下。